接下来呢，我们用玛雅再给他一次机会好吗？他真的快通关了，他真的快通关了。我们现在已经组出最无敌配置了，现在就只剩玛雅的天降了。天降允许的话，绝对没问题的。我们这波稳了，好不好？应该吧。嗯，版面好。好。有，可以。版面不太好，炸一下。五颗。好，5颗星珠有，完美完美。做个全体攻击，不要受到光珠。好，这样就可以过了。水珠也消到，完美。哇，那个点下去完全没天降，真的让人家蛮错愕的。第二关。爱真的需要勇气，吃屎真的需要玛雅，没有乱讲的。好，这样好了，洗技能，再洗一回合，木珠都有了，好，呀，玛雅跳起来了，这是关键点。其实感觉任何一队搭那个露西，叫什么？对，露西都可以过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哦，天降到12左右就可以过了。哎，真的，我说天降到12左右都可以过了，然后就才刚好天降到12，这么保守的吗？玛雅，我们可以多天降一点啊，玛雅，认真的天降出来，好不好？让大家看看你的实力，不要藏住。玛雅打出来，剩4颗暗珠，有4颗哎，可以，这边有4颗，我们不要按，不要贪，就消4颗。好，这个可以，降起来，有了这天降，整个高潮，玛雅都高潮起来了。好，又没了，暗珠。哇，那个完蛋了，库拉皮卡不见了，哎，3颗，哇，这有7颗，好，是不是开个库拉皮卡？对，开一下好了。好，非常棒，这天降，等下，越天降越凶了，有没有机会一波给他处理掉呢？有了，玛雅凶起来了，17。现在玛雅很凶哦，激情完的玛雅只剩什么？只剩更新的敌人。不对，为什么啊？玛雅你要就高潮到底吗？为什么高潮到一半就停下来是这样？好，没关系，我陪你玩，可以。好。跟起来，他又跟了，很惨的。好，这个总该带走了吧？耶！由于刚才的教训，所以这边我要开爆发，不，你开龙科，就是全开的意思啊！不要有让敌人有任何一丝空隙碰到我们的玛雅，好不好？我玛雅可是叫，我玛雅可是。娇滴熟女人，所以不能让别人的咸猪手碰到她。对，皇家大闺女就是我们的玛雅，碰不得的、啊。我们要好好保护好玛雅。好，可以。玛雅，我做的是效果。哇，那个伤害怎么刚好啊？有点不妙，他好像只有。5600万，我们就打那么辛苦，怎样？5600万，可以哦，很棒的。玛雅还是很有前途的。天降降起来，零天降，零 ，zero，
玛雅，你什么时候成为了 Zero 帮啊 ？Zero 帮是什么？好，全开了，全开了。玛雅什么时候变这样了？他是到底是跟谁学的？学坏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以前我玛雅不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哎，七，怎么回事？玛雅，不是这样的玛雅，就是我。我能够保护你的也有限啊，你要自己努力啊，不能靠着我们很棒的手转就仗势着这一切，你还是要努力一点啊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有啊，他有听到了，27，从7到27，搞错什么了？玛雅真的有在进步哎，发帮鼓掌，玛雅很棒，到王冠了，一直都坏的。怎么坏的？才没有这种事哎、欸！我玛雅最棒了。好，我想要留星珠的说，哎、哦欸，怎么办？这个炸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不要留个星珠给我吧？你哎，玛雅，玛雅，玛雅，两颗。玛雅，不留星珠，不留星珠给我，可恶！有一点坑啊，玛雅。哦、我们库拉皮卡又不见了，怎么办？真的尴尬，好吧。得开这个了。这个星柱的量真的很不理想。Oh my god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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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感觉到了不友善的真相。明明。明明就可以过的队伍，这什么最后变这样啦？是不是忘记缴 VIP 钱了？我明明有缴啊！欸，他有事没事，新珠全部天上掉怎样？别的珠子不天上掉，新珠全部天上掉。这太扯了吧！好，但是我依然相信玛雅。是不会再用我的，不会。好，没有回满，但是还可以，还行。拜托，不要再整我了，玛雅。我们好聚好散，我们用完这次，我就不再 diss 你了，好不好？拜托了。13，还有13连击，有两组新珠的话，基本上就是稳的啦。但是。如果只有一组的话，可能就真的要拼了。哇，这天降，猛，真的猛！等等，玛雅又死坏了，他又只剩下一颗星珠了，真的很过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这样好。五颗星珠，这样可以吧？好烂的版面，太烂了吧，这个版面。有跌到珠子，但是有天降吗？天降，哟，完美。好，可以。好啊，该来用绝招了。是你逼我出绝招了。哦，这可以回血的话，我们先来回一下好了。为什么我要再次相信玛雅、啊？为什么我要相信他那个似有似无的天降啊？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再相信玛雅？他是真的不值得相信的。我想说应该回得回来吧，但事实证明不要太相信玛雅，不然就是石头一直吃。我想想看，好，我们再磨一下子好了，我们磨一个最保险的感觉。刚才可以开玛雅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一直想要留到王冠呢、欸。
对啊，一直想要留到王冠开。暗珠、新珠、木珠都有，好。这样可以吧？两组星欸，只要天降不要太糟，一切都没问题。好，差不多该出绝招了，各位。应该是爆发全开了。其实这边有两组新珠欸，怎么办？可是木珠没有。好，我们开一个爆发了，来喽。嗯，好像差不多齁。好，就先这样，等下再开其他的爆发。嗯，这样好了，这样其实差不多。嗯，我觉得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哇，这波天降有完美，再炸一下，有天降21耶，好扯。伤害够，伤害够，哦，单张有看到吗？好，可是这样不能开玛雅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我们直接转。开玛雅好像有一个技能在，大家帮我溜起来，不是、啊、脸黑，脸黑刷起来，刷个脸黑好不好？在聊天室帮我刷个脸黑，有，完美。大家帮我脸黑连起来，可是这时候刷脸黑是好的吗？好像可以哦。玛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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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拼哦！王冠，有有有，我感受到他的诚意了。玛雅回来了，荣耀回归21。哎，最后添加好多哦，我都吓到了。玛雅最后真的很想要证明一些什么哎。如果我们再不通关，就对，再太对不起玛雅了。我们要把玛雅拉回前段班啊。不能让他一直在倒数第一名，他也要通关新的第一集。我听到他的心愿了，有伤害很够哎，所以玛雅根本不用开。所以王冠第一关你可以开玛雅哎，哎可以哎，这个天降有的话就会过了耶。玛雅怎么那么猛啦？